当时写这个东西啊，当时啊很危险，所以我写的很小，这个一折起来，这个一折起来，这个一折一折，一折就把这个口破衣服啊穿的，那个时候棉衣都破了，我普通的一塞，他就。 人家就看找不到什么地方塞上去是吧？是很小，就假如你写大了，写在稿子上面就没办法藏起来，所以这些东西呢。